大热门八啊，威利大大全部跑位准备妥当，49蚊，威利大大暂时显示大热。黄旗举起，七场赛事，3班2000米，8路14号1对49蚊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咁啊埋边有金秋啦，中间奇乐无穷啦，咁啊再喺埋边灰马就公平竞技啊，大爱灯实业风采，咁啊同埋心情嘅紫色衫啊，中间仲有安全啊。最后一浸嘅马啦，中间咧咁啊白衫咧红色衫嗰只咧，咁啊有摇钱树啦，出闸唔快，内栏咧有呢只幸运胜利咧就跟翻上去内栏嘅位置啦。尾五蓝衫内栏有强中坚，尾四自由式，咁啊暂时殿后三只马有呢只安闯就拍住外边威利大大咧就生位嚟噶，威利大大啊，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福尔摩斯嚟噶。开始包对面直路啦，咁前面带头嘅马有呢匹就系心情啦，跟住第二位外边咧就系呢只红心巨龙啦，守到个靓位第三咯，就系实业风采啊红眼罩嘅，再边嘅第四位咧就安全啦，出边咧咁有只摇钱树咧就摇咗上去，内栏带咗第六位绿色衫系金秋啊，中间黄衫黄面箍嗰只咧就奇乐无穷，外边自由色，内栏紫色衫紫色眼罩咧仲有幸运胜利啊，出边三搭威利大大有车挡啊，尾五嘅位置啊。在中间公平竞技咧，就越流越后。内栏位置强中坚系蓝衫嘅，出边仲安闯响三搭啊，跟住只威利大大嚟跑，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福尔摩斯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段处啦，心情带红心巨龙第二位摇钱树外边啊，第三三只马放噶啦，第四位内栏金秋，咁再见到中间红眼罩实业风采啊，外边自由式咧游咗上啲噶啦，再后边一阵内栏有幸运胜利啦，中间位置咧仲有安全啦，出边威利大大已经咬上嚟噶啦，最出位置仲有安闯噶，后啲先有咧就奇乐无穷嗰啲马喺中间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有呢只就红心巨龙啊，响入边等紧位咧，幸运胜利等唔等到啊，再跟住后。后边一齐上中嘅奇乐无穷，外边威利大大打冲锋，中间位置仲有呢只实业风采，最后100米，威利大大喺外边已经涌咗上去，中间位置有金秋，内栏幸运胜利，依家先挞得着啊！中间仲有实业风采，最后50米，内栏幸运胜利悭咗呢位上咗嚟啊！外边位置就威利大大，幸运胜利赢，威利大大第二，实业风采第三啊！安全金秋影相争第四。咁啊，结果大家可以睇翻入弯嘅时候，两只马相差嘅位置有几多啦？内栏幸运胜利，咁啊外边就威利大大，第三咧就实业风采，金秋安全影相争第四，都系相当正路啊！虽然范围就好阔，都系跑只最有根据嘅马出嚟。临尾好分嗰度好啊嘛，5.6倍啊！威利大大都跑得好好噶啦，潘顿都冇办法啦，实业风采跑落第三。第四就睇下系金秋啊，定系安全啦、啊？你赛前有冇谂过呢条 Q 23倍啊？原本17倍嘅，我见一路系咁回啊。2861，行呢度搭八派87蚊，2搭6派64蚊，6搭8派60蚊，5号跑第四名系1号嘅金秋。咦？可能有得分下喎。嘅生龙赛4连万都系1503蚊，都系1000几蚊嘅。应该过到1万啩，2万几啊！即系用咗26520蚊，又估唔到啊！又2万几喎、啊嗯，多得你啊！唔系可能嗰个范围大啊，嗯、你拖脚一定要拖多几只。就算影相嗰只安全，你哋都有拣我见到。有，跟住咪就系奇乐无穷咯，顺住落去，奇乐无穷都有拣，系啊，即系3、4、6只，就喺前面嗰6只。伟达赢翻场啦，即系呢只马响佢胯下，你就真系可以见到，真系有几唔同。我自己都好中意啊，佢揽住唔放，根本你。睇得到呢只马一排内档有遮挡，俾佢望得好，望得到空啊！嗯、你咪同佢爆咯喺呢啲路程，佢跑2000都可以爆呢啲咁嘅拉屎嘅。我谂佢质素上比只八号高啦，因为只八号其实威利大大今日好靓噶啦，已经咁样出到嚟唔够跑就唔够跑而家。咁亦都人哋贴住条栏咁啊，遇难而上啦，咁你啊飞咗出去少少啦，咁不过都唔系好关事。我谂质素上都系易高啲。系啦，睇下巡逻影片啊！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其实奇乐无穷出得好快，咁今日就试下改跑法跟前啲啦。不过去到对面入，比前面嗰只安全顶下又后啲，顶下又后啲，结果又系去到直路嘅时候咧，
尾二入直路嘅。前面走嘅实业风采啦，咁开边系心情咧，中间安全红心巨龙埋边金秋，跟住就睇翻就系呢只奇乐无穷噶啦。入面啊，红心啊就系嗰只幸运胜利啊，然之后最出边系摇钱树，中间公平竞技，本来都前嘅，后屘又系等候咗嘅。跟住见翻自由色强中间，后啲就系威利大大安厂，包咗落尾就系只福尔摩斯嚟嘅。实业风采就继续都稳定啊，系好紧要啊！佢呢个第三，继续都跑第三。你睇下嗰只安全阵间，呢度入咗去又唔肯跟，跟住比起两步，但系只马都系唔跟，将后边同一条跑线嗰啲公平竞技奇乐无穷冚唪唥顶咗喺后边。反而威利大大又唔理你，一早走咗出去先啦。虽然今日都个口唔系话好灵活啦吓咁啊，但系都算唔错噶啦，毕竟系走咗上嚟跑二千啊嘛。嗯。幸运胜利等运到噶啦，一定系咁噶啦。佢啊同四月风采一样啦，继续都系相当稳定噶。嚟啦，莫雷拉已经望出边啦。喂，有冇得出啊，大佬？前面嗰只搞咩啊？跟错狼啊！今次真系啊。临尾大热门啊，奇乐无穷。系啊，我觉得不能作准嘅呢场，因为你实在真系变由好位变咗尾二入直路，咁即系算点啫？一人睇下翻到嚟又冲唔冲吓？六十一分啊，睇下会唔会减分啊？都系跑啲。有路程根据的马啦吓，咁、你见到十二风采啊，同埋幸运胜利，十二风采望空咗啦，已经走咗上嚟啦。威利大大又系喺度冲紧啦。金秋其实呢度突咗围嘅，不过呢只马又系嘅，早突围系斩搞嘅啫。结果翻嚟紧紧顶个第四。奇乐无穷喺佢隔篱，幸运胜利就喺入边已经揾到个位啦。但其实打落去又唔系好多嘅啫，奇乐无穷啊，因为嗰只安全打打下又压翻上嚟嘅所以嗰只马真系好奇怪，差啲立埋。个第三添啊，不过都第四系顶到嗰只十月风采。福邦完毕噶啦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二搭八派八十七蚊，二搭六派六十四蚊，六搭八派六十蚊五毫。四连环派一千五百零三蚊。四重彩系派二万六千五百二十蚊。